当我姐遇到丑皮肤时，哎，她真的好丑啊！怎么会有这么丑的皮肤呀？初次见面，我已经等待你很久了。她长得有点像那种《西游记》里面的那个海底的那个虾兵蟹将那个东西，只不过她是一个海螺而已。但是，感觉她丑的挺可爱的。哎呦我，你这欣赏水平。也是没得说了，那行吧，既然你想要的话，那咱们就可以来抽一下。好呀好呀，那你既然抽这个话，有没有什么秘诀呀？哎，那我告诉你，不要抽什么这一下那一下的，咱们要抽就抽田字法。什么是田字法？你自己在这上面把这个田字写出来，你就知道了。你六救啊，那不就相当于全部抽一遍吗？开玩笑哈。其实最好用的办法就是咱们的对角抽法，就是咱们比如说先来这一发抽左上角 OK， 咱们下一发直接就可以抽右下角，就是对等的抽法。然后呢，咱们再接着上面的操作继续来，然后是右上角，然后是咱们的左下角，怎么样，懂了吧？哦，原来如此呀。那行，你可以发给我了。初次见面，不是哥们儿，你开了是吧？啊，就这么轻松的就拿下了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可是就是这么轻松就拿下。还得是我呀。